人心大发雷霆。这里，这里有白头发，这里。快点扒他！叫你不爱，快点先扒上来！那你先扒他一下。因为今天我们的特别。或许你这阵子这一年多来通告多吧，觉得这个辈分在你心里面那么重要。先坐下，我想到一个游戏了，你要想好一点的。生气，虽然我跟你有仇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先死。欢迎收看，真的不一样。好的，今天马上给您介绍挑战者是这两位。大家好，并请到心理专家温蒂老师做战况分析，让挑战者能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好，这个今天呢，同样的，你们三位要挑战哈，这个失败者这次有没有信心？完全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是魔王，为什么魔鬼啦？真的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，你怎么会叫我魔鬼呢？你直接叫我撒旦就好。撒旦你好，撒旦你好，撒旦。握手了，因为通常跟我握手的是注定失败。好，不要怕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有老师。对，有老师。今天在的话，老师就会告诉你如何可以用最顺利的方法完成这样任务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靠你了，老师，拜托，全靠你了。我今天来，我已经感觉你已经升上天了，已经升天，已经快升天了。你跟他们两个比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很有信心。就是被握手之后，我现在是瞬间觉得我今天很有希望，是吗？你被小看哥，手摆面，我真的没办法偷袭，跟死亡之后就没两样，就对了，就是啊，你就是死亡之后，真的是要洗手，喂，好不好？来，马上进行抽卡，真的不一样，任务挑战赛。游戏规则由挑战者针对配对一人抽出任务签，且必须在限时十分钟内完成任务，过程中若提及任务的关键字眼一同失败，而失败者将接受终极惩罚。抽吧，先抽人是谁呢？许维恩。你们关屁事啊，不能随便说一个人。那挑战是什么？亲脸颊吗？那还要挑战吗？对不对？你们现在是怎样？应该开始在录了吗？对，许文，搞不好真的是啊！如果你真的抽到了，那干嘛？干嘛？谁啦？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还怕谁？来，汪建，我超怕的，我超怕的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不行啊！哎，你看，你刚熟不熟？小小熟，就是对，曾经有一次他蛮信任我的，因为他想要把他的那个 iPhone。交给我更新，结果把他资料全部弄不见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。好尴尬哦！来来，王建民其实私底下是个蛮和蔼可亲的人，对，但是可以多了解一下。但是他有一点地雷要踩，例如，没有例如。你待会就会自己知道。我怎么知道他地雷是踩到才知道会被爆的？对不对？好，因人而异。来，任务卡三色，你要选择哪一色？绿色好了，绿色，这是政治立场。没有没有，大地的颜色，你脸都会绿了。哎，那我要换，我要换。一、二，用力抽受测者头部线。我要退通告，哎，不行，这不行，我要退通告，哎，不行啊，哎，你要说完自己，不行啊，哎，制作人这里打来，哎，不行，康哥。可以的，看哥怎么搓？对啊，是这样搓吗？哇，差不多这个，对你说这样子啊？对对对。对不起啦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起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要先跟你说明哦，你不能说怎么这样，五下不能这样，你要分开五下，你要五次，对，连续的都只算一下，这样算一次，然后这样子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大哥对不起，哥对，我对不起，哎。不要坐，快坐。好，记住，我们的惩罚是很好，好不好？好可怕哦！加油 ，OK。这回合市场应战，由 Key 的挑战汪建民，个性差异大的两个人，再加上又有些过节，所以 Key 的想过汪建民这关，应该要加把劲哦。这回合邀请到汪建民及 Key 的两人搭档介绍餐厅美食，而当现场工作人员佯装忙碌时 ，Key 的也没闲着，开始进攻喽。我们要来教你一个，因为我们这是年轻人节目，要年轻人打招呼方式。好，
打，就是让他把打三下，然后摸胸口一下，然后这样子一下，我一下，好帅啊！一起吗？对，就是一起这样，拍拍拍，对对对，打胸口，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年轻人啊，有。加下 ，OK， 你稍微用力了一点，好得起。用力，可以勒，可以勒脖子。啊，对对对，没有。自从上次帮你修手机失败之后，哦，我的要备份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后来手机全部资料不见，对，然后你就不理我了。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记得，我没有不理你。记得吗？我没有不理你啦，我是刻意不跟你联络。你一定是没记得，你脑子还好吧？啊。等一下，怎么一见面就开始戳？你刚刚吓到我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因为我刚刚想说他脑子应该是最近应该是不是很好啊？哎呦，不算，太轻，太轻，太轻，要算点点，太轻。来，你来，就这样啊，一二三，然后拍胸口，拍胸，然后戳对方，胸口是这样，我们刚刚是规定这样，对呀。那你刚刚讲是互打，好，那我们俩互打，互打，对啊，打招呼嘛，就是刚才这样这样，然后互打是不是？像兄弟那样大力拍是不是？好。是吗？这样打招呼。你跟他来啊！你跟他问你。你跟他来一下。我完全对你改观了。怎样？这一阵子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打球在我都没碰面，我看你上这么多通告，对，我没看你这么俗辣过。人家这么大方，互拍。好啊，啊，不然我们来玩大一点，要不要？猜拳我们三个啊。输的赢的，在室内干嘛要戴帽子啊？你干嘛？我有造型呢。你干嘛？我有造型。超丑的，超丑。哎，建明哥他头油味那么重，干嘛拿他的帽子？对啊，是他自己拿下来的。哎，差很多 ，K 哥，建明哥头香的。屁呀！被子不爽，对呀，被子。刚刚错了第三下。不是，因为翻脸的，要我就翻脸了，建明哥。没有，这只是一个。你用鼻涕弄在我裤子上？不是啊，这是我紧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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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用鼻涕？我是紧张。你刚戳我，戳很用力。不是我。因为其实建明哥更不用讲那么多，你就只可以这样。OK， 你们你搞不好也比他小嘞，你们两个这样 OK 啊？对啊。对啊，可是他也是比你小，他怎么可以直接就戳？我刚刚不是，我觉得你这样子很没礼貌，你是这样子是不是？这样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子会舒服。我刚才是这样，我刚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翻脸了吗？你不要把对我的气出在他身上好吗？没有，不是气，疯子。哎，你帮建俊帮我拿一点，七分了，加个七分呢？对啊，你先帮我建，还有三分钟，已经三下了，三下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有冰淇淋会比较好用。对啊，有没有冰淇淋？冰淇淋吗？嗯，一球。一球。对。哎，你这边有一根白头发，建明哥。哎，建明哥，你要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随便，香草好的。有白头发，有白头发。你是又想要做什么？没有，是有白头发。你先去拿冰淇淋。这里有白头发。这里。这只不算。建明哥，你脾气也太好了吧？我觉得我不能够离开现场。你到底是？你是故意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建明哥，建明哥的，建明哥的，太像了，哪有建明哥白头发碍到你什么事情吗？真的很奇怪哎。时间有白头发，哇，分类有白头发，二十秒，20秒，对，还有3下，三下，刚刚两下。你说我有，你说不要在那边讲，你说我有白头发，我已经没有理你了。对。那为什么要这么明显的去？对 ，K 哥真过分，我觉得。有没有先去？我不行，离开。不是啦，不能说。要干嘛？或许吧，或许你这阵子这一年多来通告多吧，觉得没大没小，在你心里面应该没那么重要。没有，我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你知道我跟甜甜这么好，我这么疼她，我跟你有另外一层关系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？童年游戏遭唾弃，永固恼羞成怒。那你知道你有玩过以前一个小时候会玩的游戏吗？哎呀，你不要小时候游戏都会这样子。小时候哪会玩这个啊？这是讲好啊！我觉得这游戏
你要想好一点的。生气。